吉安乡112年客家文化艺术节的压轴客庄收东戏，星期六下午在 Hello 公园热闹登场。乡公所邀请到知名的明宏源歌剧团为乡亲演出《梨花琴》客家大戏，同时现场还有客家绘本说故事、古早味体验、客语闯关等，适合亲子共同参加活动，邀请了许多乡亲一起来看戏。吉安乡112年客家文化艺术节压轴的客庄收东戏，星期六下午在 Hello 公园热闹登场。乡公所邀请到知名明宏源歌剧团为乡亲演出《梨花琴》客家大戏。乡长游淑珍也和数百位乡亲一起来看戏，感受客家戏曲的魅力。欢迎大家来吉安看台戏。花莲县唯一一场客委会协助、花莲县政府补助的客家收冬大戏就在吉安乡，吉安乡超过33000多人的客家族群，跟我们原民新住民融合共融在吉安。我们相信今天来看戏的不只是客家人，还有我们绑架的乡亲、闽南以及新住民的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，在客家大戏里面看到了客家的精髓。看到了地方共融和谐的这样的一个美好和乐，新闻太家恭好嘞。除了舞台上精彩的客家戏演出，周边还安排了客家绘本说故事、古早味童玩体验、客语闯关，还有国小古镇民俗表演和社团的舞蹈演出。周边还有特色摊位市集，吸引了许多民众携家带眷一起来斗热闹，也感受岁末年终丰收喜悦的温暖气氛。记者吉安乡报道。